高伟老苏最强转折之王，给您最专业的投资建议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各位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股市总司令。今天台北股市最后跌了80点，可是你去看盘面哦，不大像跌80点的样子，可能是跌180点，也有可能是跌280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看今天的很多的这个热门股啊，都是昨天大涨的股票。甚至还有这种很夸张的哦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什么元刚啊、伟讯啊、雅力啊、利基啦、群电啊、来捷啦、伊谷云啦、华城啦、瑞阳啦等等，对不对？还有森家电这样子。甚至还有很夸张的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元刚，昨天元刚一价锁到底吧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我有看听到那个分析师在讲元刚啊，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哦。这个要底部起涨喽，这个哦，从这边开始就要飞天了。我常常就跟各位讲哦，如果要每天讲涨的股票，你都可以当投顾老师。为什么？你只要把每天涨停板的股票列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先讲，昨天买不买得到不知道，根本买不到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昨天一定有人买到啦，买到人今天就哭了嘛，因为最后锁是锁14121张。你先讲，讲完之后，如果今天元刚再涨，哇、哦，你就开始吹喽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是不是我昨天跟你讲的元刚，今天又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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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再涨，节目的侧标就开始画涨停了。你去看市场上大多数投顾老师都是这样演的，所以我说，如果我只要挑涨停板。大涨的股票出来讲，我今天也有啊，心情嘛，被动元件心情嘛。你说，哎，嘉伟老师，你的心情为什么涨？今天的心情，如果早上要不是收尾盘的话，你看哦，才这样，你看我们的股票这样的跌，好像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哦，1234567891011，哦，是一连黑呢。嘣，今天一根出去。就差不多了，回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的股票，因为它这个是轰天雷的显示的关系，所以你会觉得它很丑。但是其实它并没有跌很多，跟那种别人比起来，好。所以你回到像这个元刚，你昨天说哦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买这种股票哈，嘉老师，我有一种做法，很简单，追涨停。你只要给我追到呢，隔天。要嘛不是开个3%、5%，甚至有可能隔天还会涨停板。我知道很多人都这样讲。昨天元刚有2395张买到，因为它是开盘一价锁到底。今天的元刚一开盘就直接先送你8%，然后尾盘跌停板。那昨天在讲这些大涨股票的老师，还有很多股票早就已经不知道跌到哪里去了。他会跟你交代吗？他会像嘉伟老师这样子每天跟你交代我们会员的股票吗？不会。他立马又去讲别的股票。就是这样子啊。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就说了嘛，你双挖，你每天你都幻想着自己是怎么样。哦，你看哦，拜托，怎么可能这个盘那么强，有人会赔钱？笑死！就只有那个陈嘉伟买那个烂股票，对不对？会赔钱，其他我们都不会赔钱的啦，笑死！每天都有涨的股票啊，哦，所以酸蛙他脑袋幻想的就是，哦，我今天卖掉这一档获利了结，然后我再跳另外一档，另外一档又涨停板，哦，然后呢，我再获利了结，我又再跳下一档，一档接一档，赚钱无法挡，这是酸蛙在幻想。实际上是什么？你看看你手中的股票，你看看你们老师最近带你的操作就好了。追这个跌下来，停损，停损完之后涨出去，涨出去之后再追这个，追这个完之后又停损，停损完之后又涨出去，就这样。
对不对？你说没有这种人存在，我这边有很多老师的 line at， 好不好？就有几个比较有良心的老师还会发个 line at 跟那个会员道歉，对不对？那其他的根本装作不知道，每天涨停板的就他们家的啊。所以现在大家心情都放在这个上面，很多人说啊，我跟你讲啦，今天台北股市跌齁，就是因为这个。那放心啊，明天呢，对不对？费的升息一码之后呢，哦，就会开始停止紧缩循环。你记不记得一个月之前，市场是说什么？因为 SVB 美国银行的倒闭，所以呢，联准会不会升息了。结果还是升一码。后来就告诉你说他是最后一次升了。那结果呢？现在你去看升息一码的几率多少？将近 90%。 好，那升息完一码之后他就会停止紧缩循环吗？你确定吗？好，那如果真的停止紧缩循环，你认为是利多还是利空？嘉威老师当然是利多啊。你没学过总经吗？我当然学过啊，笑死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很少在跟各位分析这个？因为利多利空是华尔街那些人解释。好，假设今天晚上，对不对？联准会真的升息一码，然后鲍尔会后会议讲说，哦，我们可能哦，就此呢就开始会停止紧缩了，对不对？下次可能就会暂停升息了，就不会升息了。我问你，是利多大涨，还是利多出尽？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跟各位讲嘛，我们的大多数的投资朋友跟分析师只有一个方向。4月17号三明斯铁口直断，下周攻16000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差16000只差27点。14983只差27点。哦，然后只差10。不好点了。对不对？不是19000 ,15973 啊。难怪我觉得那数字这么怪。15973。只差27点，当然跟你讲下周攻克16000嘛。你要什么问题？对不对？放个六日回来一定攻16000啊，结果呢？跌94，跌98，跌62，再跌104。哦，那我告诉你，季线上扬，季线一定有手，是这样吗？隔天再破个260点，嘴巴通通闭起来。然后呢，之前吹 AI 股的跌得咪咪冒冒，要不要出来道歉一下？结果我就说了嘛，这个是我先跟各位预告的嘛。我跟各位预告说，按照过去这样一路过来的套牢循环，接下来的套牢循环就是 AI， 有没有验证？有没有验证？我知道我现在讲这个你一定不开心啊，但是我要跟你讲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 AI 股通通都是获利了结的。我今天看到一档股票啊，公布亏损嘛，我看了我简直快吓死。6533的金星科，我们卖在哪里？我们卖在2月17号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卖得漂不漂亮？也没有说卖得多漂亮啦，因为毕竟是离高点，对不对？已经跌了五六根了。但是你现在回头来看，金星科人在哪里？我们卖这里哦，我们卖这里哦。金星科现在人在哪里？然后重点是底下的融资是不断的增加，好股票啊 ，AI 股赞赞赞啊，棒棒棒啊，是不是？你说这里都没人买，金星科都没人买，投顾老师绝对不会有人去买金星科，谁那么笨？哦，是这样齁，那这都是谁买的？只是买了不敢跟你讲而已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所以我知道我每次讲 AI 股就会引起一大堆人的反击，但是我还是要在这边跟各位讲啊，我 AI 股就是全数获利了结，怎么样？咬我吗？全数获利了结，
那我就请问一下，你的 AI 股是赚钱还赔钱？昨天台版晶片法案过关，我说哇，这超级大力多啊！这本来我之前就跟各位讲，这超级大力多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台股登季线，结果今天呢一跌，我问你嘛，今天不是又破季线？那你就去看它的扣底位置等等的这些股票，那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走？我当然知道你听到这里，你一定想说。哦，八个交易老师，我真的快听不下去了。你自己的股票大跌，你都不讲，你就尽是在分析别人的股票。但是我就问你了，台北股市这一波跌下来，交易老师的股票也都跌。可是我有没有带你追这个、赔这个、追那个、停损之后再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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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有没有一直带你连环套？今天长荣回到我们的最几乎是最原始的成本了，可是我要跟各位讲，那叫做什么？账面亏损，账面亏损。可是你们呢？你们的老师带你们整天在外面乘风破浪，追这个也套，追那个也套，追这个又套，追那个也套，有比较好吗？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我今天下节目这个标齁，我当然知道很多人会在键盘前面说，哇，笑死人，我没有嘴爆你嘉伟老师不行啊。真实的面对你自己操作吧，对不对？不是那种讲说，哦，这个盘好强，对不对？我怎么可能赔钱？不好意思，我嘉伟老师，我承认我们现在的股票账面上是亏损，但是我至少我做到的，我不会为了要收会员，我整天带我的会员去追这个野套，追那个野套，最后呢，最后结算有比较好吗？那如果再过几天我们的股票解套了，那你呢？你还是一样追这个野套，追那个野套，因为你已经套牢盖棺论定，那你就要保佑哦。你现在后来套牢之后再买的股票是赚钱的。下阶段回来，我们继续分析。嘉伟老师最强转折之王，给您最专业的投资建议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陈通投顾三大保证：第一保证正派经营，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坐手勾结坑杀散户；第二保证诚信为本，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；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，精选持股，持股集中，保证带进一定带出。陈通投顾拥有股票期货双证照，带您领先洞悉市场，稳健获利，无往不利。陈通投顾值得托付。02-2752-5868，2752-586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欢迎各位回到现场。我知道我今天下这个节目侧标，很多人不开心，一定会想办法想要嘴爆交易老师，你自己的股票这么烂，然后呢，你在那边整天在那边嘴我们的股票。但是我就跟各位讲，我为什么会对我的股票有信心？去年十月我就跟各位讲过这个啦，股票大跌背后的原因是大不同。你要去分析你的股票是因为利多出尽，还是因为有利空？那我就问啊，你今天很多高档下跌的所谓的中小型股，我请问你，你有看到它有任何的利空吗？没有嘛。那没有利空为什么会跌？谁在卖？
所以这种跌下来，股价是很难再涨回去的。好，那你说你的航运股烂死了，我就问各位嘛，最近航运股有没有很多利空？什么一下买船的利空，对不对？一下景气又不好，我们的 PMI 也不好，什么美国的 PMI 也不好，中国大陆的 PMI 也不好，然后后来还会有人说，我跟你讲那个航运哦，那个运价回升哦，嗯，我觉得不是很 OK 哦。大家都看坏啊，那大家都看坏，谁在买？嘉义老师，昨天外资大卖，今天外资应该也是大卖。那好，那外资这么大卖，请问一下，谁有办法把外资的股票接走？你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嘛。你说当初的创意，我在跟各位讲这个时候，当初的创意，对不对？我在讲这个时候也不会有人认同嘛。但是你敢不敢进去买？然后后来创意涨上去了，我们获利了结了。哎呦，笑死的，对不对？嘉义老师凹对了，不要一直拿出来讲啦，对不对？是你运气好，你凹对了。我们凹赢了还是赢了？这里是账面亏损，这里凹到赚钱。你再怎么笑我们，就算是这里买的也是赚一倍啊，笑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是停损在这里，你在这里停损掉，你就盖棺论定了。你看到它后面股价喷出去的时候，你是在一直卖，结果等到高档的时候，你动也掉了，你跑去追了啊，嘉伟老师你又卖掉了，笑死，对不对？不懂啊，你怎么会懂 AI 的好呢？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是这样子上来获利了结一次，再买回来再获利了结第二次了，就后来呢，对不对？蹦蹦蹦，你停损了没有？你另外想想，嘉义老师拜托一下，你一档创意你是要讲多久啊？我就是获利了结的嘛，我 AI 股就是获利了结的啊，你勒是不是？好，昨天涨停板，哇，对不对？一堆人眼睛掉下来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就说了嘛，你喜欢的 APP 也没有涨啊，所以你说昨天是买点 ，I don't think so， 我不认为啊。哦，你今天后来就看到了嘛，哦，原来哦，原来哦，对不对？外资喊升平嘛，外资喊升平嘛，原来是外资调升平等嘛，那还不好吗？现在的创意在这里，这是日线图哦。现在的创意在这里，我们是最原始买在这里，买完之后获利了结，之后来再买回来再获利了结第二次，我们赚这一段，对不对？赚这一段。外资在这里调升平的，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你觉得是买点还是卖点？我告诉各位一个事实，创意这一档股票从这里大概是一年多以前，大概是一两年前，是155块，155块，涨到1230块，一年多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外资在这里调升平，你在没感觉，我就拿一个他的母公司，创意是连台积电的母公司嘛，我来，当年啊。110年的2月17号，台北股市大涨559点。前几天它涨调升平等的前几天，嘉伟老师喊121拜登机679。外资调升平等见报的这一天，台积电668。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当天大家嗨到翻了啊，对不对？嘉伟老师你不懂啦，什么121拜登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后来台积电跌到哪里去？台积电不是好公司吗？不是护国神山吗？怎么会跌啊？创意不是好公司吗？不是护国神山吗？怎么会跌？对嘛，当年你也认为长荣是好公司嘛，
护国舰队嘛，怎么会跌？啊，现在跌到这里了，烂东西，对不对？这什么烂东西？因为你当时候说它是很好的护国舰队的时候，在这里跌到这里的时候就烂东西，你不觉得你这样的操作很莫名其妙吗？你不觉得你这样的操作很莫名其妙吗？所以我今天我再跟各位讲一次，我们的股票跌，那叫做四个字：账面亏损。只要股价涨上来，我们没有赔。当然、啊，前提是股价要涨上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是哦，你是停损之后再去追，停损之后再去追，停损之后再去追，这样有比较好吗？那你一定就是想问嘉威老师，你就这么确定它就一定会涨上去？我就跟你讲嘛，否极泰来嘛，都这已经跌到这里了，然后这样，然后都这样，然后 B D I 指数也是这样，从最烂的状况下就已经这样涨上来，这样才叫做有未来嘛，这样才是有未来，不是吗？那你如果你的股票现在就已经利多放很多，比如说像两年前的台积电，护国神山说，哦，那时候台积电讲的多好啊，现在开始营收衰退了嘛，开始抽单嘛，开始联发科、NVIDIA、AMD 放他鸽子嘛，说要给他的单不给他了嘛，你觉得有比较好吗？所以什么叫做 future， 什么叫做做股票？因为股票反映的是未来，所以我今天我就问了嘛，危机入市你敢不敢？今天大家吓得要死啊！长荣、阳明、万海，因为他们已经回到嘉威老师的最第一批的原始成本。那你说未来会不会回升？我们就来看哦。所以我说，一档股票嘉威老师做的都是我认为它有未来的股票，我才会持续抱牢。我们明天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